温里面也是点血量的，炼金缺血不缺，啥都不缺，缺血量，血量起来就好了。血量起来打不动我的。正在路上。好稳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不敢直接 E 的，先 A 两下，最后再 E 就好了，可以多耗点血。中路的高手。要不这个车，这不上来 Q 啊？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干嘛？我听到你了。我一直没放，哥。玩狗头第一大技起杀星，这是第一大技，他起杀星，我真的想象他想杀我。你好好补你的发育不就行了？没激发。这把队友坑点还是能带的，上把乌鸦太累了，带他们。妈的，玩乌鸦我上队友不上，跟一些哈皮。狗头呢？正草丛里吃经验，应该是。我听到你了。他妈挂塔下动都不动，经验都不来吃，死了一次就这样。能打跑狗的确实该带爆破，我就推荐拆你塔呀，你看你怎么玩。多萃取一点，我先搞个萃取吧，六分钟出，也不是不可以，搞个萃取，杀是已经很难杀了。瞧他那个怂样，差不多是
时候了。哎呀，这个下路烂掉，还有对面打野没做事情，说明只是我们下路能力不行，不是他们打野很厉害。我听到你了，正在路上。我真搞不懂你五级，你凭什么敢来抓我？帮腰不帮力啊，哥！下路这种下路还要去三杀了呗？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听到你了，正在路上。我操哥，这黑色玫瑰的水好深啊，怎么感觉菜币全把把在我这边，这边有没有菜的你感觉出来？啊，你上这么早，先锋了没有？你不该追这个机器人啊，回头去打先锋就好了。正在路上，但是我的理性战胜不了我的对残血的欲望，我得干死他。扫描刚好没扫到这个。死掉了，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打野是上路一次不来，
啊，先锋给上路放，这条狗配吃先锋。OK， 我让你先锋的撞不出来，你信不信？这龙王在吐什么狗狗吧？龙王在玩什么狗吧？你认真的吗，龙王？推不进来炮，这些是要还是不要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不理财怎么打这狗头，杀不了狗头啊，兄弟们，不理个财出个。不用管他了，那游走一下吧。他只能在那里补上。阿狗，好好补啊，看你能不能赢啊。是要还是不要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发育挺好的是吧，正常玩能赢，也看不出对面哪个大敌。那个进这种东西我都不把它当人的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怎么对面还炸了？ Double kill. 也是有点痛。这狗就踢下去了。问题狗头这个东西，这个时间点是没有战斗力的。一个个送对面，葫芦娃。还是个一塔，还是个一塔。哎，有个东西在里面，我不恶心你，你别搁这恶心我，他妈的脾气上来我弄你的。懒得理你。哥们脾气不上来，你盯着我恶心。
对呀、啊，就卖个差价，买了400，我报450，就卖个差价钱，卖个赚个180块，没错啊，半个人头啊，我没有压力啊，你好比我现在手上几百块钱放在手上没有用啊，我没有任何兑现压力啊，我不买萃取干嘛？白赚100多块钱。那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焦敏身上，你存款有几十万，你放在手上就是没用啊！你直接放，要不放银行吃一点点利息也是钱啊，那不是钱吗？苍蝇再小也是肉啊，一样的道理。这凯隐他妈的看不懂人的信号的，信号点烂了他在这跑，早点回头 W 定一下杀了。你看这个时候萃取一卖，是不是舒舒服服？这个钱，这不爽，打狗头不出萃取，跟他发育我就亏死。他敢出萃取，我就死。我可以出萃取，他不能出，他出我就弄死他。我点信号他就得看，他不管是不是我什么操作，我一直在点信号，这是正常人的思维。他这个不看，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狗头能发育得过我吗？又吃线又吃眼还吃头，他只能补刀，这你能发育得过我？哎，跑车路。妈的都是瞎子，怎么进跑得这么快？好惨的一狗头，狗头打团是真的太弱了，我们打也打不过他的样子，应该是要打得过的，但是感觉他的操作是打不过的。好的，还是打得过底。接下来做事业，
这把能跑。今天不出多按键，多按键昨天试了一下不好用，有些局好用，有些局不好用，还是多难借吧，多难借，剑不好用。多兰剑前期那个适应法强会转化为攻击力，我一点法强都没有，冰都躲不动，挺伤的。前期落好的刀，下面两个二愣子也能是个大师，是一点不会玩。我好想浪啊，有没有队友来啊，我好想浪啊，有没有队友给我买一下单呀，给我浪。坏了，怎么来了这么多呀，一个没毒死。 Q2 呀，哎，钻墙啊，不用钻。浪了一下，都看到我了，没办法呀，我走不掉了呀。正在路上，我上来都打全了呀，全给你们打残了。主要我有闪现，我就想浪一下。我应该先跑的，我是往人堆里走的。我应该先跑，让他们追我，我再反操作。我这直接正面一杠五，杠不过。属实不是对手。我应该先拉扯一下。死完啦，你这么快，为什么对面不点呀，感觉对面弱不禁风啊，不开一击呀、啊、我还没发挥，我操，对面死完了，我还没开始操作。能不能点呀，别浪费时间呀，玩又不玩，点又不点。哎呀，毫无悬念了。
大龙吧，大龙吧，不推就折磨死你们，不点是吧？破山路拿大龙，怼到你家门口，你点不点？正在路上。他们一个人能翻盘子，他们就怎么？没有后期英雄，狗头是算是个中期英雄，算不得后期英雄，后期就是被风筝了。没有用啊，狗头很乏力的，这种局面控下又动不了。